发动我的 V Star 力量星星袭击，对对手场上所有的宝可梦 V 造成120点伤害。本节目由风桌游南坎门市夏目小铺 PTCG 赞助播出。苹果创频道的订阅截图可以上虾皮夏目小铺私讯卖家领取折扣哦。反面。好，请先空。OK。好，请多多指教。请多指教，儿子来见老爸了，抽牌。儿子的启动速度慢了，但是盖诺赛克的兵很可怕。首先一颗超能量。水晶，抓一只美洛耶塔，直接放在后排。稍等一下哦，机械虎只能丢强力扛定，来硬币。拿到卡奖了，开一张一张，发 VIP， 好，发 VIP 发 VIP， 谢谢盖诺。糟糕，这个老爸的灵压太强了。老爸天生长得好啊，两只盖诺。那就第一支盖诺赛格勒特性，我排两张再抽，哎，五支抽三张。高子球丢掉一只鱼跟一个进化冲枪，辛辛苦苦摆的鱼就这样丢了，鱼一点都不重要，就下去吧。下一支梦幻 V， 然后第二支盖诺赛格勒特性场上六支再抽四张，抽四，不换你。放火，哎呦，高级，好，丢梦幻一颗超，好，所以超梦是不是真的太弱？儿子，好，刷一个太阳眼，下到备战区。儿子，你天生不良，是天生营养不良啊。我也没有要救你的意思，没有要扶你，扶不起吗？扶不起的超梦。离跳神没问题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博士的研究丢博士跟七分的下去，你刚有清过了吗？清过了，清过了。好，抽七，来个一张救全家吧。我真的被你抽到了。太阳，月亮，好。手贴好，太阳一高级丢超行李箱好，太阳二好，看来没事干了，换你抽牌，哎，进化，进化。机械壶丢掉一个天地球，好，反面，哦耶，失败了，全部都慢，全部都慢，我有第二个机械壶啊，手填一个汇流能量给梦幻 V Max， 第一支盖诺的特性，投掷，投掷，好，请指定，两只 ，OK。玩太阳眼你就安心上路吧。两张，梦幻 Minus 跟美洛耶塔，第二次盖诺五张抽一，抽一，零费特退，好，使用第二招极具奇迹，改善绝气绝，好，一张奖励卡，耶塔都不学就对了，对，耶塔都不屑学啊，超梦上。抽一，进化，好哦。还有超能吗？没有超能没关系。移转，好。超这个，好，抽六，你抽。先抽，先抽，好。好。太阳一。发动我的 V Star 力量星星袭击，对对手场上所有的宝可梦 V 造成120点伤害。平命百二，
120，120，120，120，总伤害有点高。梦幻 B 面是120。好 ，OK。换我抽牌。好痛。还好啦，还好啦。极具痛苦。手前一颗会有能量瓶，盗梦 B 面。第一招绝美露野塔的全力回响，有四颗会有能量打280，气绝对方的超梦。好，气绝超梦。还两张打一卡。上月石。好。注意。月食，好，发动两次太阳，发放，下雨，下雨，两张回收网回来，好下去，好好，使用博士全丢，丢一个月食跟一个高息，抽七，好。OK， 先丢一超，空抓，高等，物资水晶，好，抓一个超能，太阳岩，638，拉差一颗，手田，手田，做到极限呢、欸，真的是极限，哦，这样下回很难杀哎、欸。好喽，打死，打多少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加倍本身的三十七，七三二十一，打210点伤害，气绝你的梦幻，抽三奖。上梦幻，抽牌，先下一只梦幻兵，训练场地，好，拿一颗超能回来，然后点给美诺一场。好大的眼睛！查字符。鱼。滚。鱼。我的鱼。先击球丢掉小吉鹅。拿个红鸟。净化冰箱。停队撤退。好，停队撤退。美露耶塔。换上美露耶。旋律回响。七三二十一，气绝。霓虹鱼，拿两张奖励卡。上月食，太多了。如果你计算抽，我只要抽到老大就游戏结束了。对，就是你抽到老大就结束了。但你没有什么绿牌手段的吧？你应该没有什么绿牌手段啊。印象中，印象中你没有。你要绿牌你就抽不到老大，你要老大就是只能靠右手。先机丢 VIP。确定有两张老大，但是没有抽到。你鱼用掉了啊，你插字符也用掉了啊，应该不可能放到第二张啊。应该卡到了，否则鱼是为了抓老大用的。对呀、啊，但能量不够啊，填不出来呀、啊。太好了，活过来喽。这样子应该已经倒的啦。下一个，没有超，手填一颗物资水晶。嗯再抓一颗，打啦！造成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、3、21，210点伤害，抽一张，漂亮！梦幻上去，看一下怎么杀你，抽牌！哈哈！哇，你来屌虐我了吗？想要杀叉字符门都没有！没错，换我屌虐你，我很想要精神之跳把你跳死，但我需要一颗糖，要不要这么做？好像有点难的。不要好了，风险太高了。来啦，八字符出来。啊！再加个腰带。再，好像就只能这样子好。来，直接学高科技光炮，再加腰带。240，气绝你的八字符。好抽，恭喜你获胜。果然呢、啊？没有我觉得我差一点点，就卡在那一轮。因为我鱼不是鱼，只是为了抓老大而已。啊，那时候刚好手上没有能量可以丢、哦，啊，我打死一拳，而且你等于浪费鱼去抓别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腰带也没抽到。我觉得超梦的问题就是，他比起梦幻，他绿牌手段太少了。没错啦，因为他这些游戏不太能丢了。对啊，太多不能丢的东西了。